小学捧棉花的宝宝可以这样练起来：首先将我们的左脚掌踩到右臂的肘关节处，进行十次的练习，相反的方向也进行十次的练习。然后我们双手抓握左脚，把我们的左脚拉向我们右腿的腹股沟处，然后将右脚拉到左腿的腹股沟处，调整坐姿。